辣椒几天发芽。在栽种辣椒的时候，一般在温度适宜的条件下，可在一周左右发芽。温室栽培时，发芽的时间会更短。首先将种子暴晒一两天，以促使后熟，再将种子放在消毒液中处理一次。入栽后要控制温度在20至28摄氏度左右，浇水保湿后大概一周后发芽。辣椒是生活中经常吃到的一种蔬菜植物，采用播种方法主要是繁殖方法。那么辣椒几天发芽？一般只要温度适宜的情况下，就可以在6-7天后发芽，通常主要以春播为主，这样种子的发芽率才会更高，温室栽培发芽时间更短。